今天在拍这个我拍的 MV， 然后有很多很像歌词里面的内容，那因为 Play 这次专辑呢，希望就是呈现一种人生如戏，每一个人都是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生里面都是主角，所以这次就会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导演就挑了那个富家千金啊，然后文青少女啊，然后八零年代的那种健身教练，然后还有女明星也是一个职业，所以这一次专辑其实有尝试很多角色的扮演，那包括我现在会穿很多cosplay 的衣服，那主要是导演要用那个电玩里面，就是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然后穿着不同颜色，就是也是一种角色扮演的游戏，那也是现在还蛮红的，因为大家都想要尝试一下不同人的人生这样，所以有了这个 MV 的概念这样。其实每个角色我都非常想演，因为很多角色是自己比较没有经历过，比如说富家千金啊，就是很奢华的，然后很做作这样，然后文青少女就是非常的清纯，然后她的那个打扮也是我平常不太会穿的衣服，就是我没有定妆，然后再就是那个很久没有把那运动服那个泳衣穿在外面的那种运动服，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每一次装扮完出来的时候，就会充满着那个角色的能量，这样，所以还蛮有趣的。我觉得他们最标志的就是男的笑，在舞台男的都要笑。现在这个场景就是女明星就是在红毯都要较劲，所以就有这个角色扮演的戏份这样子。当然是就星光大道走的这些因为很怕就是旁边的人就是泄露，所以我们要保密，所以大家就是在外人看来很像一群疯子在那个跳舞这样，所以就是没有什么音乐。轨道快哦，这首歌词是非常多，因为李格弟老师先给了我们词，然后那个词让我非常的苦恼，那我自己也尝试去唱就是写曲的那个风格这样，后来定了是唯一只有念唱会让李格弟老师的所有的词让他很精辟，然后又很有趣，因为我不想把它讲得太严肃这样，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比较有一点点念唱跟嘻哈，所以舞蹈也会有特别的一种
风格是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学得起来，然后又很有态度。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